你最不要脸的就是他妈又自私又背骨，还想给自己立贞节牌坊，还把锅甩到联盟不支援身上，能关了什么支援啊？我是关托，可以叫他 Hit Two 官方再帮我开一次移民回来帮你们，是不是啦？我他妈今天就是老天有眼 ，Hit Two 他妈真的再开一次移民，让老子回来清理门户，杀你这畜生，你妈的笨手！晚上好。被鼓仔，等一下再说啊。我们可能可以给这个玉修，还有玉修的弟弟小金，也许两位有一些话可以澄清。我们等一下直播，未来好好的说一下这两个被鼓仔到底干了什么事。我们这波出来卢卡斯大战啊，然后奇奇一带团的带头下跪找敌人合作，然后反过来把奇奇一的王跟城堡都掏掉了，还有人肉出那个带团的玉修啊，没想到竟然是电竞圈的垃圾，他妈竟然还打过电竞，我真的是很想吐，怎么会出这种人渣啊？联盟给他带团奖金。然后把伺服器那个资源分配的权利也给他，整个伺服器给他管，结果遇到敌人落地，将军先投降了。你没有看过将军先下跪投降的吗？然后再怪中央不派兵支援他。你没有看过这种人吗？他不止自己投降，他还在煽动城内的士兵，哎呀，那个没有人要救我们啦，赶紧投降啊，赶紧投降可以不用死啊，还可以趁城堡支援啊，赶紧下跪投降吧，真的脸都不要了。如果你是随便一个玩家，你只是一个玩家，你是联盟成员，你这样做我还不会说什么。有些人就怕死嘛，喜欢练功，喜欢爽龙爽挂嘛。但是你他妈是一个带团的，这样做我真的是看不下去。我本来是蛮挺他的，但是越挺越觉得很恶心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奇奇一只要有吵架啊干嘛，一堆人质疑他，我就说玉修带团很辛苦，大家多多包涵，有没有？有在奇奇一的帮我作证，我还在奇奇一的群组帮他说话，请大家多多体谅带团很辛苦。去他，结果我体谅你的辛苦，发带团奖金给你，资源给你分配，你做了什么？看到敌人先下跪，特哥都不帮我，特哥都去卢卡斯打小恶魔，放生我们奇奇一，我只好找敌人下跪合作，一起吃王打城。会有这种垃圾啊？这种垃圾就是那种现实生活会跟你借500块，然后跟你说我没有啊，我跟你借，为什么要还你？这种人的人格就是，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利益，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人格有多么的卑贱，不是卑劣，卑贱，真的有够卑贱的这种人格。敌人才来一个小时，12点关门，1点就在想说要不要找敌人合作了，在血盟群组里面洗盟友说投降了啦，不要管特哥了，自己顶级三轮车的啦，赖群看一下啦，12点关门，他半夜1点就在讲了，自己看有没有，他跟他弟两个人一搭一唱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凭什么脸待在奇奇他妈农半年，农了半年，保护你们爽农爽半年，然后就来个敌人就开始下跪啊。真的是那两个一人一张嘴，把联盟讲的什么猪狗不如，人前说谢谢特哥啊，还有带团奖金可以领啊，人后私底下说啊联盟很烂，联盟怎样怎样，目的什么、啊、不就想要煽动联盟盟友跟你一起去找敌人称王，想要正当化自己称王的行为不是吗？农了半年敌人落地不到一个小时就不打了，就急着下跪 啊，你下跪要跪就跪，我说实话退一万步，你要跪就跪，还想给自己找个正当性啊，说是因为联盟太烂所以你才下跪，去啊！脸都不要了，这人这脸都不要了。有吗？玉修在吗？玉修云上仙这边可以给你们发言一下，如果有话想说，我会在这个 T2 的 Buff DC 随时欢迎你进来。好，来，那我来背景介绍一下，这个今天呢带头背骨的两位成员啊，一位叫做玉修，他的游戏 ID 叫做退取玉修，另一位就是他弟，游戏 ID 叫云上仙啊 ，LINE 叫做小金。主要是这两位了，当然其他可能还有一些旁枝末节都不是主角，我们就不刻意介绍了。实际上起因就是移民啦、11月3号，我讲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哦，这一天是11月3号的晚上，移民关门的倒数几个小时。这时候我们在干嘛呢？因为卢卡斯移民会卡住，我们约在卢卡斯大战嘛，所以我们的高战前线部队全部都到卢卡斯了，因为你晚了就进不去了啊。大家约好这边大战了，当然不能绕腿嘛，高战一定要到嘛。好，所以我们高战提早7点多塞进去了，然后呢，从7点多我们塞进去开始，奇奇就开始降人。落地之后呢，金就被抢了，金装被抢了，云上仙退取玉修哦，你可以清楚到这是敌人哦，退取玉修，然后云上仙这两个都是在 cosplay， 这 ID 就摆明冲着他们来的哦。奇奇有加一批敌人就是要来打玉修的，落地之后呢，王总叫我来打三轮车，三轮车就是玉修的盟嘛，
但是我们高战先起齐了嘛，我们也无能为力嘛，被打就被打啊，啊不然怎么办？重点还有一个啊，他说他们的 RYO 去购物，莎莎不在哦，这两 RYO 是我们起齐一最大的两只客长，也是三轮车里面最大的两只客长。然后因为高战不在，所以起齐一被打爆了，也合理。来打他们的就是针对他们的，就是针对玉修，不是针对联盟哦。这些人来不是针对丁特我打的哦，比如说丁特，我来操你老家了，废物。他们是来操这个玉修的啊，注意这些故事哦，他们是来操玉修的。然后操完吃完一轮王之后飞走了哦，可能看特哥面子啦，怕特哥会回防，所以吃完一轮王洗完玉修的脸就飞走了。然后呢，在晚上11点多又来一批人，然后就关门了。12点整，玉修还贴了排行榜，因为已经关门了嘛，他也知道关门喽。注意哦，我们的玉修哥他也知道12点已经关门了，所以他还贴排行榜说应该就是这样互打。那谁跟谁互打？起齐一谁带头的？我们玉修哥，那就是我们玉修哥应该要站出来跟落地的敌人互打啦。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排行榜，敌人叫003庄啦。你看他排行榜有输很多吗？顶级三轮车欧洲移民属都我们的、欸。你看前二十名敌人大概只有7-8个吧，你就看前20名就好吧。高战不输对手，人数也比对面多，那不是出来打就赢了吗？有什么问题？这个是背景简述啦、啊，哦，就是我们高战全部出征去卢卡斯世纪大战了，然后起齐一轮流落了两团敌人，一团就是针对玉修操啊，第二团就是压线降落，就是要来抢你资源的啊，但是没有很强，我说实话没有很强，多数还是我们的战力吧，还是我们玉修哥的战力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三轮车赖群里面的对话，半夜一点关门之后的一个小时。你看啊，小金啊，就是云上仙啊，我们玉修两兄弟，我准备好扛一记。你排行榜长这样，人数赢人家，高战也没输，然后你带头的说，我准备好扛一记练功了。哦，有王可以农的时候就很积极，有赚可以趁好积极。啊，有敌人就说我准备好扛一记，你们这样带团的、啊，你们到底有什么脸去领联盟的带团奖金啊？是诈骗吧？我说实话，你们这个是诈骗的行为吧？哎呦，玉修，哦，我已经要卖号了。顶级带团好不好？我们玉修哥相当的有担当，起齐一带团者当之无愧。敌人一来，马上在盟群抓卖账号了，然后再说什么派一两只来手不为过吧？黄亮齐，你逻辑也非常的顶，好、哦，也是我们工会的干部。对于啊小金、玉修、黄亮齐这三位，我为这三位是干部，好、哦、向各位道歉，真的对不起。门已经关了，然后高战已经在前线打小恶魔了，你们在家爽龙被人家撞，还怪联盟不派一两只来帮你守，守着让你继续爽龙是不是？高战有过半是我们自己人，然后后面吴克、小克人数超多，也都是我们的，对面只来20几个人哦。然后你起齐可能有80个打20几个，高战人数还跟他们1:1。然后你急着要卖号，急着怪联盟不给资源，没有派一两只来帮你守，守什么鸡巴、啊？工具人被落没人救，玉兄参考一下，被落没人要救，凌晨1点，晚上12点门就关了，怎么救？我问你怎么救？我告诉你，这天我还在开直播，半夜在打扑克，1:20左右，还跑来我直播洗特哥支援啦、啊，起齐一被落啦、啊，怎么都不帮啊？看打你起他卡龙丢，我们在卢卡斯大战没次数了，他、啊、要救门也关了，怎么救？你80个打不过20个，到处讨救兵，讨不到就说我们被联盟遗弃了，我们是工具人，你还说正常要出来打，我们人赢挺多，你自己也知道嘛？啊，你自己人赢挺多，你在卖什么账号？你弟说要躺好练一季，啊，你要准备卖号？啊，再说其实我们人挺多的，他妈你人格分裂啊！然后 RY 跟莎莎两个也都高战，三围应该都有1500，你们有两只三围1500的高战，加上他妈人数4倍，你会打不赢？还在那边讨论打起来有死伤，没补助就说不过去，你都没打，打都没打就在想要领补助哦。没敌人，想着要蹭赚，想着要拿稀有的纸装，要急着去排那些稀有纸装。啊，有敌人就想着我还没打，但是你要先告诉我打了有死亡补助，我才要打，不然我王就放给敌人吃。去拿这什么巨婴啊？哎呀，特哥吗？就开起来用礼包啊，就感觉没想好，也没有要调人。对啊，我确实没有想好，我不知道起齐一带团的是一个智障，是一个没有肩膀的垃圾，是一个鬼姑娘啊，我真的没有想好。这边我跟玉修道歉哦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是特哥，对不起你、哦、我不知道你的脑波这么弱，敌人一落地就急着跪下啊！请你不要打我，我们一起吃起齐的王吧。陈传，我可以分你一半，拜托不要打我、哦。我不知道你脑波这么弱，玉修，这真的是我没有想好。如果我知道，我就不会让你在这里龙半年了。我见面只会有一句话，玉修，你或我，滚一个。说真的，他们没很强，不知道哪来自信敢撞。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敢说人家没很强。
然后还急着下跪。大家仔细看，好不好？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。好，我全部都带给你看了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恶心的嘴脸，在血盟小群里恶心的嘴脸。啊，什么会长群没在理你们，理什么？要理什么？80个打20个，还希望会长群干嘛？给你拍拍，加油，亮旗加油啊！80个打20个，不可能输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，干死他们，干死他们！还需要给你爱的鼓励哦。啊，梁律师，还是我们一起爱的鼓励，一起来给我们黄亮旗哥哥啊，给他一点勇气，让他可以有勇气在80打20的情况下勇敢的站出来，来爱的鼓励一起来，嘿，嘿。哎，怎么拍我忘了，希望亮旗兄弟有接受到我的鼓励，直接退联盟吗？各位，我们直接跟领域合作，直接和敌人谈重组，看到没？哎，我们很强，对手其实很烂啊，我们要打一定是打得过啦啊，但是我们不想打，哎，我们怕死亡，要买趴、啊、挂机不好挂，从1点讲到1点半，先问大家要不要退联盟啊。小金、玉修、黄亮旗三个人一人一张嘴，在群组里一直洗洗一洗，问大家要不要退联盟，不如两盟战力均分，两盟一起吃亡也快，什么意思嘛？在血盟里面鼓吹大家说是特哥不支援，我们几期被冷落，金装都上脚啊，当工具人，工具人什么工具人？你有没有分到赚？就回答我有没有分到赚就好，有吗？你不敢说没有吧？我相信你不敢说你没分到赚吧？还拿到带团奖金呢，每个礼拜5000钻，你没有拿到好处吗？那什么叫做你当工具人？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？你自己选择待在起奇一爽农爽分赚。然后被打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帮忙打工当工具人，莫名其妙你人格分裂，都要讲到你赢就对了啦，哎，不管什么情况都是要讲到你赢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我好像前天还怎么样，我在直播有喷了一下，然后玉修又跑来我的粉丝团找我，特哥我是玉修，你好像误会了啊，你有封锁我吗？我可以传图给你看啊，叭叭叭叭叭叭叭。我就叫他传 LINE、哦、因为其实我们有 LINE，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命我粉专，他觉得我封锁他 LINE 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么小心眼啊，就是我不是跟你分手啊，我是跟你有意说，我跟你讲道理，所以我不会封你 LINE， 就从头到尾拉啦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、哦、你再看一下人前人后，什么叫人前人后？落地之后我 DC 又指挥对撞，然后在工会群里面说我要卖号了啊，联盟遗弃我，哎呀，特哥都不支援啊，至少落个1-2金帮手吧，啊，金装都上脚，然后人前说什么？跟我说你有指挥去对撞，然后再说什么是他甩锅甩给我们会计，说我们会计去跟他谈和。我想说完了，该不会连会计都是内奸吧？画面打开，他有跟会计对话啦，问他们有没有意愿合作，这样子就这样，早上10点。但是你们自己半夜1点就说要跟敌人合作了，然后你说早上10点会计好像也有提议这件事情，不是莫名其妙吧？他到这里还不知道我有看到他们群组对话，他还在甩说会计早上10点多意图谋反，他说他没有要谋反。我就指着这张对话，我说你半夜1点多就在说要跟敌人合作了啊，你怎么怪会计早上跟你讲话说要讨论合作的事情？推100万步，就算会计去找敌人合作也都是为了你们不要死，因为会计账号也在卢卡斯大战，会计去谈合作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，他是怕你们不想打，或者打不过，或者打不赢，或者挂机会被杀。然后你自己作为一个带团的，半夜12点多1点打1个小时，就在盟内策反，说联盟不搬，我们去跟敌人合作吧，跟敌盟合作回来咬联盟。会计是跟敌人谈合作，跟整个联盟一起合作，而你们是只想要自己跟敌人拿利益回来打联盟，这有一样吗？第一，时间不同，时间是你先去找对手谈的。第二，立场不同，会计人更不在这里，跟不跟敌人合作，他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他只是怕你们被杀，不是吗？然后重点哦，看这句哦，那天落2团敌人之前，有一只双城就落起奇一了。哦，那个起奇一，我巡线哦，透过熟人问到是谁了，我有直接把他请走，请他离开起奇一，因为如果那只双城在嘛，我们可能也要回去一只双城嘛，对我们前线战力会有很大的影响嘛。就搞得很麻烦，就干脆用一些人情压力把他请走。如果我要放生起奇一，我干嘛把双城请走？我甚至可以跟那个双城说，你落起奇一，没有人打过你，你完全包掉金装分我一半就好。如果我真的这么自私，这样做不是对我最好吗？我有这么做吗？没有吧，我透过人情压力把双城请走啊。什么叫做我放生起奇一？你真的以为我今天3更半夜，我工作到半夜3点多下播，还来这边跟你讲一串，是因为很多人讨厌你，所以我才来喷你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你是一个垃圾，你在游戏内的所有行为都是一个自私的垃圾，你完全没有一个工会长，你完全没有一个带团者应该要有的风骨，你就是一个蹭赚垃圾，然后还要帮自己表侄立贞节牌坊，不是吗？你要当背骨仔还想要有正当性哦？我说实话，你他妈你不要脸一点就说老子想阵亡，这个凌云爸爸我们合作吧，耶、yeah!
不要脸一点，我都不会说什么。我今天甚至不会在这里公审你。你最不要脸的就是他妈又自私又背骨，还想给自己立贞节牌坊，还把锅甩到联盟不支援身上。门关了怎么支援啊？我是关托，可以叫他 Hit Two 官方再帮我开一次移民回来帮你们，是不是啦？我他妈今天就是老天有眼 ，Hit Two 他妈真的再开一次移民，让老子回来清理门户，杀你这畜生！你妈的笨手，竟然去笨手，真的有够可悲的，你这种行径，门都关了要帮啥？府内多少人团结抵抗，看抵抗不了，现在就在操他们，不然能怎样？哎呀，我要澄清一下，误会你，误会你了啊！因为直播，妈的还要提直播，直播你1:06就在靠北了，我1:20直播才讲的，又再甩锅给我啊！又再甩给我，台面上甩锅给联盟，私底下甩锅给丁特。然后我还开张图，张图什么？他在工会长群说的啊，他们两个课长去购物不在，家里被操了，这是他讲的啦。好，然后我贴给他看的，我怕他复习，我怕他忘记，我怕他复习。晚上琪琪被撞，你自己课长都不在，你不检讨他们，也没叫支援，然后再靠腰联盟不帮，哎，莫名其妙，你自己家的人都不顾琪琪了，还要把前线的高战拉回来帮你啊？不是莫名其妙吗？他自己讲的，不是我说的哦，我甚至不知道琪琪发生什么事哦，琪琪谁出谁进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琪琪就是留给他们爽龙的啊。他自己主动讲 ，RYO 跟莎莎不在，他们自己两只大课长不在，所以服内的王被人家扫光了，被人家洗脸了啊！你自己家课长你都管不住啊，你却怪联盟不给你支援，不是脑子有问题吗？啊，确实道歉啊，我们确实有问题，我应该先靠陪自己人不出来打，你有道理，哎，对你懂了吧？你理解是自己做错了吧？他这里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哦，兄弟们，然后晚上做了什么？然后晚上直接把琪琪一的城堡打下来，有空 DC 听指挥，人清完打里面，大只爸爸爸还在指挥。哎呦，看来中立盟的兄弟有听我们，我就不说一定要脑挺，挺有理的就好。你今天祝玉修会在我的直播间被公审，就是因为你这句话，就是因为你他妈婊子还想要立贞节牌坊，你就是一个蹭钻没风骨、没资格带团、没资格当工会长的垃圾蹭钻仔。还想装自己有底气，还想装自己是正义的一方？什么叫挺有理的就好？你的理在哪里？自己家课长都不管，王被人家扫一轮了，怪去外面出征的人。哎，你课长出去外面购物，哎，我们在前线打小恶魔，注意听，小恶魔加危机加小许加天菜加百姓，然后你的课长在外面快乐购物，家里都不顾，王被人家扫了，然后怪联盟不帮，讲老半天被我喷了，被我喷完跟我道歉，特哥对不起。是我误会你，是我做错了，我会想一下要怎么跟盟友交代一下，哎，看一下有什么共识，我们再来谈。晚上干啊，直接打七七一的城堡，打了还说自己是有理的，你的理在哪里啊？反正我先说这一团，好，工会叫顶级三轮车，赖叫玉修的跟小金的，好不好？只要 Hit Two 有任何一个联盟跟他们合作，就是跟我丁特作对，我就一定追着你们打到底。我王不吃城堡不要没有关系，我照三餐补你们刀，绝对不会让你们睡得好。就这个玉修，哦，他有在 Twitch 开台，他弟叫小金 ，ID 叫云上仙，工会叫顶级三轮车。只要有 Hit Two 的任何一个联盟敢跟他们合作，说明你们支持被虎仔，说明你们支持这种垃圾，那我就会带人去打你。我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一定带人打到你们游戏退坑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练功，不抽卡，不刷礼包都可以，不睡觉也可以，就是少到你们不能挂哦。我就先在这里讲哦，啊，想跟他们合作的再自己想想，真的自己考虑一下。我不是在威胁，哦，我讲道理，我真的讲道理。我从头到尾所有证据，我一个一个翻出来，有一说一。好，哦，我 DC 也开着，玉修想反驳随时可以进来。我不是在讲我单方面的事，我不像玉修在自己群组里面说特哥都不帮我们，我们是工具人，我们金装都在上交，我们是被压榨的一群人，大家要不要一起离开联盟？我们一起找敌人合作，赶快去抱林一的大腿，一起蹭钻，一起打王，一起磨成大蒜，好不好？我不像弟兄啊，自己在一个联盟小群，在那边自己有自己的小剧场，我开着直播，有一说一讲道理，或者顶级三轮车的随便一个人哦，你认为我在哪里误会你们会长？你觉得你们会长有理？你竟然跟我讲直接说出他有理，我就跟玉修哥道歉啊！我听说啊，这对话大概只是5%而已啊，大概还有10几20倍之类的对话在他们的工会群里啊，我都不知道你一直诋毁联盟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啦，一面领着联盟给你的带团资源，好，一面享受着联盟优先排稀有装备给你们的权利，然后一面在私底下抱怨联盟不好，那这么不好你滚一滚嘛，你干嘛左手拿资源右手说联盟不好啊？半双面人对你到底有什么好说？我真的理解不了这个人的行为，所以我才会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。我竟然跟这种垃圾一起玩了半年，还把琪琪的资源让他管理，让他爽吃，他一直自身无课啊，无课什么3围1200、1300，自身无课啊，
竟然让他蹭到吴克三维克有1300，我是真的觉得有点恶心，跟这个人一起玩半年。然后我听说玉秀在卖账号了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哎，如果三轮车的有看到，哎，可以出来证实一下。先把陈钻摇起来，然后再卖账号，再重新买一个，哎，钱就入袋，顶级。为什么玩这游戏又遇到背骨啊？可能我人看起来比较好骗吧。其实我一路走来被诈骗蛮多次了，被网络诈骗也有，被朋友骗过，可能我看起来就比较好骗吧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骗我，但是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钱你骗到了，但是脸我绝对不会留给你。以后啊，真的干这种下贱的事情，以前想想后果啊，想想你干这些下贱的事情之后被发现会怎么办？被发现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啊？不是整天出一张嘴，整天在那边洗脑人家，讲一些都没有的事情，讲得头头是道，跟你弟两个你一言我一语，哇操，那么邪教是不是啊？刚来抓帅了没？我一直都知道他是谁啊！沙梗下午还有在群组贴一张，他以前还是什么 AHU 青训队的，还有打英雄联盟哎！妈的，可以当职业选手，脑子还这么破，我都不懂你是什么逻辑。前有繁华，后有三轮车，下一个是谁我不知道，我希望不要再遇到了。我只能说，有资源的地方呢，就会有这种事啊。有些人的人格就是卑劣到一点点的资源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为了一点点的资源、一点点的利益，就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格。在世界评讲话，哎，直接来 DC 啦！世界评讲什么，我看不到。A few minutes later。哦，等一下，有人提供啊，有人提供，请集世界评论云上仙啊，好了啦，没办法沟通，就这样吧。哦，就这样。哦，所以你承认你是被骨的垃圾吗？退取玉修。所以你认为我刚刚讲的没有错吧？该讲都讲，该贴都贴，该解释也解释了嘛？那你的解释是什么？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你说自己是有理的那一方啊。你的理在哪里？你矫正在哪里？又开始了，两兄弟又你一言我一句，那这么会讲则不进 DC 讲，我一个打你们两个，其他人都不用讲，我一个打你们两个，两个一起进来讲啦，快点啦！平常在那一群这么会洗脑盟友，哎呀，都是联盟遗弃我们，我们就是工具人，金装一直上脚，然后联盟没有派人留守，至少来个一两斤帮忙吧。然后自己的课长在外面购物，要求联盟在前线跟小恶魔打的人要回来支援你。你们服内80个打不过20个，然后门也关了，怪联盟不支援你，这叫做你有理啊！感谢君君750块，繁华2.0。但是我只能说啊，繁华比他们有骨气啊。当初那个什么皮卡波波啊，还敢进 DC 跟我辩论啊，辩一辩辩输了，还说啊，好特哥对不起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妈的，人家还知道辩输辩一辩要道歉，你嘞？该解释就解释，该讲就讲了，就这样吧。哦，讲的自己很委屈，你受虐而战法是不是？你就是被欺负的那个是不是？你们的人格就是比较卑劣一点啊，一点点的利益就可以让你们做出这件事情啊，你就是大方承认嘛，对吧？挨打就站直嘛，你连挨打站直都做不到啊，这是我最看不下去的。我说实话，哎，我没有在反转哦，我讲真的啦，游戏就是这么玩的。20年前天堂就有捡骨仔啊，就有人打一打冲过去捡骨啊，捡骨也很北蓝啊，但有些人就觉得捡骨很爽啊，我就捡骨仔怎么样，呵呵，就大方一点承认嘛，啊，不要他妈做那些背骨蹭钻蹭王的行为，然后表面上又说我自己是很有底气的，是联盟有愧于我，所以我才反咬联盟，你妈的不就是想要多蹭点蹭钻跟王吗？讲这么好听干嘛、啊？来给大家看看，大家应该很期待看到 DC 交流吧？我们伟大的顶级三轮车风向被带过去，社会险恶，这个是谁啊？还有这个星是谁啊？猴子靠绅士，什么叫靠绅士啊？我讲道理，所以才会有绅士，懂吗？特哥做人始终如一哦，我讲义气讲道理，不像你们背骨蹭钻，还要他妈捅自己联盟一刀。什么叫靠绅士而已？认知定型，什么认知定型啊？讲也讲不赢，你们讲都不讲就觉得讲不赢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站不住脚、啊？不知道怎么讲，不讲理网络霸凌，天哪天哪，我网络霸凌你，绝对不是你们站不住脚，绝对不是你们的行为太垃圾，绝对不是你们婊子还想力争节牌坊，而、哦、是我想要霸凌你，想讲一起去 DC。玉修，你是不是小朋友啊？欸，有没有认识这个玉修啊？你是不是还没长大？我今天有带人来跟你讲吗？我今天带着会计还带谁他妈一起开着 DC 直播喷你吗？我就一个人跟你讲，讲到你跟我道歉，讲到你认错，讲到你跟我说是你误会我了，然后你回头继续回头打成，然后说自己是有道理的，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又这边说要不要一起去 DC 讲？这没肩膀是不是啊？一群人讲不过我一个人，然后自己在这个顶级三轮车的群组取暖，真的好可悲！你们这群人，真的什么东西啊？一群人不敢跟我一个人讲，然后自己在那边抱着在那边取暖。哎呀，我们一定是对的，这个带风向就给他带吧。你们在 cosplay 受虐了吗？好处拿尽，还要假装自己是受害者，真叫起笨手！我都讲得一清二楚了，还说我在带风向，哪一点带风向？我拿着证据在说话，叫做带风向。你们站不住脚，就是别人在带风向，莫名其妙。这现实到底是多么可悲的存在？
我也看不懂你们在装什么可怜。再拿一张对话给大家看啊，这个当天十二点被落、哦、我记得啊、哦，我在直播，半夜十二点关门啊，然后他们一点在群组靠腰的时候，我正在直播，我五点下播啊，你们可以回去翻记录，我五点才下播，马上回群组看，我说他们前十名只有二七八九名啊，开补刀奖金，公款先出三万啊，如果我真的放弃起奇一第一，我干嘛把那个双城请走？原本有落一个双城在要踩起奇一哎、欸，我把他请走来，还用公款出补刀奖金哎。欸80个杀20个，这比打王还好赚吧？什么叫联盟放生啊？奇奇一超可怜，真的，你们三轮车的人看一下，我直播到三更半夜五点下播，第一时间就来处理你们奇奇一的事啊！公款3万先拿出来，杀到300个，领完我再补，然后这样你们可以说他妈的丁特放生奇奇一，到底有没有脑子啊？然后你想想看，我在努力处理拿公款要补助补刀的时候，他们工会里面在讨论赶快找敌人合作，两个盟分王分成赚，你们这群人不觉得自己很不要脸吗？这没多少钱也可以让你们出卖自己的人格，背骨回来打自己合作半年的兄弟。奇奇一背骨仔啊，三轮车那群人啊，发现那玉修以前就背骨在打自己人了、啊、八卦现名呢，就不说谁啊，就不说谁、啊，就是有一张截图啊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还没看过。反正之前伊瓦09出过一个背骨的盟，叫做天国神话嘛，啊，就是一样这团啊，就是玉修跟小金哎两兄弟，牛逼。伊瓦09，哎妈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玉修哥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啊，反正伊瓦09的应该蛮有印象的啦哦，因为关月都有印象。关月贴完这些对话，只跟我说了一句：“垃圾走到哪都是垃圾。”他以前在伊瓦九体系下串通天国神话来杀联盟的人啊，这是关月留给我的话。玉修跟他弟做的事就很刚好，不管联盟有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为啥刚好在天堂 W 也通敌 ，T2 也通敌？我不说啊啊，没有啦，不是关月啦，是关月的朋友跟我说的。看到一个对话。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回事，我们看丁特一兔直播在喷什么，清理门户发现被清的是我们之前盟友小金，沙哈05移来农被操就移了，小金一个人玩四只，就他们两个职业蹭，从 W 蹭到一兔，原来是职业蹭，失敬失敬，原来你们职业蹭的是我没注意，蹭了半年才被我发现，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，联盟只有杀三轮车没人打凌云哦，王暖暖你是谁？你是三轮车的人吗？啊，不然你怎么知道只有杀三轮车没有打凌云？你要放炮也要有理有据吧？你随便放炮造谣是不是？王暖暖，我跟你讲啊，玉修在那边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在你直播闹的不是我们，就那个王暖暖啊。紧急落敌人没人支援哦，没人支援也没办法，我们有自己的游戏要玩啊，不跟人家约战哦。如果可以保护你们，我当然保护嘛、啊、但是人家在最后一刻回去打、啊、我们移民次数也用完了、啊啊、所有兵都在卢卡斯大战哦。他妈的啊，现在我们只打三轮车不打凌云，你又知道那代表你是三轮车的嘛。啊，玉修还在那边说不是我们的人，去你妈，嘴巴一张开就是在说谎，打个游戏而已，为什么要瞒嘴谎言啊？那这种现实到底会说多少谎啊？真的、啊，你们不信去翻我11月4号凌晨打 poker 的直播，我在嘴他们琪琪，我们在外面没空支援那段，就是王暖暖在直播间刷的。好，然后宇修说那个不是我们的人，干啥不是你的人？他现在又知道我们只打三轮车，妈的，不就琪琪一的人？所以我说啊，不要嘴巴一张开就说谎啊，很容易有破绽啊。你要用10个谎来圆一个谎啊，真相越变越明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上 DC 啦。那、啊、上 DC 讲一讲啊，靠腰完了啊，那个谎对前后矛盾，这样跟前面讲的话搭不上。他妈，你行得正坐得直，有什么好不敢出来讲的？全部退群解散了。我正式宣布顶级三轮车畏罪潜逃，两兄弟带头退群。看起来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被你们洗脑了、啊、哈、哦。好啦，那既然玉修也没话说吧，哦、那就钉在板上啊。T2 背骨蹭钻仔，大家了解一下，有任何情报再跟我交流一下，感谢各位。